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《回魂的手游》啊。昨天玩了就三个楚田，今天玩三个泳装妹子吧，感觉还是楚田最漂亮，是吧？楚田漂亮，然后井野赤之、春野樱感觉不咋，不是很漂亮啊，就是在里面也是，是吧？楚田的圣诞装也是蛮不错，哇、哦，好痛！哇、哦，好痛！没杀到。哟、哦，尼玛，渣子！这都没打到他。这都打不到他，我去！差不多了。还要擦我一下，是吧？擦我一下。哎呦，小右哎，哦，哇，哎，我都没开起来，哇操！大招没开起来，三个泳装妹，她也够狠的哈！哎呦，哎呀，好会跑！他不是可以开大招吗？过来吧你！看见没？泳装多暴力啊！这么热的天，少穿点啊，是吧？这个任务两个女忍者，我要三名女忍者，何必要两名女忍者？李洛克、杜自来也、阿歇，站着不动，让他过来，插起来。哎呦呵，居然没插到，这家伙居然不分分身。嘿嘿嘿，完蛋了，被惨了。
没办法，不开大它就撞起来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那个海星星爬出来干啥？非常滑嫩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个镰刀奇了怪，昨天都不是可以三下镰的吗？现在不能三下镰了。反正今天更新了一下，是吧？是不是又把一些 bug 给更新了？他已经唤起抵抗了。首先我要躲这个蝎啊，他已经退了。我还说蝎对应对，还在想着应对蝎的套路，是吧？先躲开，然后再开个大的，要跟我去一二技能连上去，起码一大半血没了。这些家伙都不买这么漂亮的楚田吗？那么可爱的楚田。啊，就楚田有帽子，其他都没帽子。怎么搞的？这大招好坑啊！那么近的就吸住而且，已经把人家吸住了，居然打不死啊，吸不过来。哎呀，这个大招也有点坑啊。哎，卡了卡了！哎，我说我没按蓄力，他怎么自己蓄力了？这个二技能，一二技能完了再配个一技能，实在是很麻烦啊！我想用的是像第一，哇，完蛋了！哥哥，你要干啥？哎，我就剩四血了，怎么办？对方小狼，我要先躲他的两个招，才有机会开大。哎呀，劈错边了，砍错边了，涂抹。
好不好？炸，这要死了。出名一世，无出一时。哎呀呀呀！等机会吧。小南，你没有泳装，你气不气哟？等十五秒我也坚持不了啊。哎，这家伙怎么这么傻、啊、两秒一秒 OK 了。我一直在等这个图模，这都能让我赢，这家伙也是醉了，本来以为就要输了。哎，看来他也是很想要泳装啊，小男泳装，小男泳装能漏什么？都是纸是吧？碰到水全部化了。接不起来了，没办法，他已经靠近我，只能这样子开个大。哇，看我的动作多帅，把他拉起来扔到天上去。嘿嘿，没来到。完了，中招了，这么慢才换啊。哎，他居然不打我！我妹妹都跑出来了，还给他推上去，哎。不知道我的霸体厉害吗？哎呀，他的止水不好搞啊，没有大招直接窜上去啊。哎，没招到。死了死了，难的。三个泳装妹，不是你说欺负就能欺负得了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对面怎么都是这么强悍的？这人啊，都没有再碰到楚田了。怎么没有人买楚田吗？这么可爱。这么热的天，一个都穿得那么厚。
这家伙好贱。我吹死他了啊！他们又斗了。哎呀，我替我干补的血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中毒要死了。这个在天上飞就是不一样。我都特别卡了，感觉。那我可以开大了呀，只是水啊，它应该不是霸体了吧。哎呦我操，这样也能给他搂死。靠，这样也能碰得到。又是这种劲。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卡呀，不动了，完了，一个大招死了。哎，那个大刀我又打不到他，真是气人。用我的技术啊，我用砖只能打到这里了，上面打不动了，因为太强了。再打一把吧。哇，怎么都是这个砖人呀？一片黑乎乎的，感觉到看到我这个亮丽风景线吗？齐刷刷的色低迷的眼睛盯着我们，哇，好快！不死，他死的可快了，没法玩了，遇到这些阵了。一个触摸就死了，哎，他们都不懂怜香惜玉，怜香惜玉是吧？
又被拍了。哎呀，这都让我躲过了。这咋打？这咋打？本来对手就很强了，这个忍者又这么强，哎，全军覆没了，一个就容易推倒三个了。物理伏魔，物理伏魔，长得逼。也能被他拉到，还要靠大长腿一击的大长腿营业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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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蹂躏了。把人家抬那么高干什么？这个真难玩，后面打不动了，完全被人虐，要掉下来，最后打吧，最后打吧，不打了。总算是碰到对面有一个楚田的了，但你带个配音什么意思啊？来过，哎，这跑得好快。哎呀，两个妞打架就不一样。哎，怎么搞得跑这里了不会动啊？哎呀，好卡呀！哎，这一下子又变卡了，不行了，后面玩不了了。哎，刚才怎么时候会蓄力了？好卡呀！打着打着信号就一格了。哎，我靠，又开始飘了。本来我想一技能的，完了，
哎，这个没法玩，后面不行了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，太，要么就是卡，要么就是那个，哎，要么就对手太强了，有的都漂移啊，我这该有的那点机会没了，怎么玩？哎呦，太老了，然后被他不停的洗礼了。来了，可以把他的配人解决了。撞到他枪口上了，人家站着都不动。哎，不玩不玩，太卡了，打要么卡，要么人家太强，没法玩。嗯，今天就玩到这吧。荣耀礼包什么？又没奖励，搞事情。先玩到这吧，不玩了，累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还要挖矿。退出来干嘛？嗯，没有绿的是吧？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，我们一起直播。